大家好，我是爱家网的工作人员海东。下面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在自己的周边地区找到可以去参加的童子军。首先，我们先去的是童子军的官方网站 scouting.org。进入这网站之后，可以看到网站的上方有一个 join 这个 link，点击这个链接。进入这个链接之后呢，你要是可以输入你所在的邮编地址。我们现在以法拉盛地区的11354这个邮编作为一个例子，输入11354之后，鼠标点这个蓝色的箭头，现在就出现了11354这个邮编附近的所有的这个军团选择。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把地图进行放大或缩小。可以看到自己离自己比较近的军团，然后点击它以后，可以查看到具体的信息，包括联络人是谁，是否有自己的官方网站，然后他们的官方地址在哪里。然后他们的这童子军的会议，每星期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召开？我们现在选择的呢是 Cub Scout，就是1年级到5年级的。如果是孩子是11岁到17岁的，那我们要选 Boy Scouts，然后再输入这个邮编地址。这就是出来的所有的 Boy Scouts 的地址，可以看到他们的标签呢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里出现了有15个。因为 OK，好，现在信息显示出来了，所以就是用这样的方法，你可以查找你身边的比较近的童子军。谢谢大家收看这次的视频。